我是大队长，我姓高，高玉松哈。我现在第一次命令解散，来，我会长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解散啊，我们会好好处理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次命令解散，解散，解散，好，好，阿丁听好。经调查，西一楼住户不满二楼住户，一名英国籍及两名韩国籍人士彻夜开趴，深夜让人不得安宁。李七因有疾病需要安静休养，但外国人实在吵得受不了，李明只好与抱病妻子上楼提醒。因双方语言不通，产生误会，进而互相推挤拉扯。李明此时又通知其友人共计十名，一起至社区外表达不满。警方立即警告勿生事端，全案依刑法伤害罪、妨碍自由、恐吓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